五十来，你要看哪？我来帮你的。我来栏目里要二的来，我女做参考的，二母参考我都要拿，都哥哥们补去。噶记录是给你个点噶。中医药用，几颗杀猪药。穷妻子噶长久不要外动，走路哈哈就拉拉手，点点母鸡是要的。不过点母鸡五六一五是那改一下，七七会对补。只要你给对补五虎一把，要能噶做好。我被做六次洗五次。哎，给你个节目多钟啊，要两个人。夫妻将是用婆婆经理整个对簿，是谁啊？我屋里点对点呢，两个人哪能洗头点？只要说话，我要服从程度的洗水。给你吹过点，这个是不管是派出所给点个有技能人，可避的泄露。这个是点对是五虎，点次若无价。宋女科穷人是那些学宇宙的电工啊多年吧，是去出租处的。本日不及两个人遥控的，我学一段啊出木鸡。若给那个吴哥，该解是阿江，但是给你呀、啊，两个人也能负担。你说打麻将，人家打个视频我碰，他胡视频，我打五饼，他把我五饼胡掉了。就是说，诈胡我几十块钱，我就说跟他理论一下，我去我下工资，对吧？你这不欺负我，年纪大，他妈欺负我是咋回事？我叫你下理论，我靠，你还挺屌，把我骗了还屌。宋女官，这个是个胡说，要都是搞吧，而是一都是搞你老彭家穷人。给你两个人正好碰碰老家，给游戏召开你，这个是个忙人称，你要晓得啊，带货夫妻将是富国给搞谁，法日我东西会电视的。你不要说你哪个，你当时我想这么多，可以调查嘛。想凶起来是你想凶起来的。是你可以调查。我踩着天都是拍的，你哪个给我找事的？是你财富，你过来给我尝试的，你不过来给我尝试，我在那能跟哪个打起来？那么多老乡都在那陪的，我怎么会打起来的？是不是？你财产还过来，你给我尝试。我老乡也能看见，监控也能看见，是不是？是不是怼着我打？骂！我说你这人呐，我得欺负人，你眼轻了啊！我说你眼哥，我们就说眼轻了，就说把他混蛋的给你说，他就不愿意了，就起来出来再说我。怕你啊，就搞起来了，跟我，他一搞就互相就是他打我，我打他嘛，就这样的，他抓着我衣服就撕就打嘛。衣服脱下来让我看一下。哦，这是打的这个样子。疼那家宋女过是个意义，都怕我，黑用穷人啊，有没有的是给他吃一太老我行的吃吧？过日上来啊，洗水啊，腹泻，包括迷人安龙之类，我要服从程度给洗水。都这个全部都是新鲜的，你看，包括这手这个昨天这个肿胀。说怎么解决？哇，你刚才不讲了吗？嗯。但是说你想想，他意思说，我们都有伤，我这么大事，他让我给他道歉。那我肯定的嘛。你说算，我说我的花了就要几千块钱花，你那个皮外伤花个三两百就搞好了。然后皮外伤。妈敢说我的经济比你损失的多，你还让我正拿帅的了，我挨打了。不要这样说，事情是人之常情。你要给道歉。你再说进攻叫进攻无所谓。我什么？为什么我给你道歉呢？穷人过日呢，还吊对不起嘞，也叫宋女洗给得起。噶宋女娘屋子你能当头吧？还个屁哟吧？还吊天？能噶小子啊？还噶衣哟吧？商量要洗，结果是江浙水才当头。这股子是股子国家洗给得起给我，结果江老说了洗满一多万两次，还是个大口有碗鱼富康。你是说，就最好就住院观察？那么我考虑，我感觉要观察，不就是多花点钱吗？那意思。我没那个必要跟老乡打架，我不想惹他什么的，是吧？反正就是这些，就说他关键是突破24小时，什么有什么轻微脑震荡什么的，怕这个。我现在说话还视频还很清晰，应该没事。是高富高的，我说是你想引起的，你必须得你得向我道歉。经济上我没有什么要求，他要说是都是老乡，是不是？我倒是说我花的钱也无所谓，大家都是老乡嘛，我们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为了养家糊口的，不是乱来的，是不是？你们今天双方我听了以后，双方都有错，错先错后，错轻错重。按道理说呢，你们这样的娘女也不应该这样冲动了。今天不管谁说的怎么样，必须要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应该要检查一下自己错在哪里，是不是啊？
子女国给那个那个女人啊服塞吧搓磨机豆腐一将是五虎吧那个那个娃娃豆地里电视天该往告诉咋一股咋日前啊给那个那个电老师啊五虎康养师我你吃了家给那个那个米的上类五药洗我家顾家给那个那娃子张耀能药子过了是电视个女人给那个那个还给一口死活的这类这黑吧我也说这你这打视频我碰我你糊掉就糊掉就我打个五笔你把我炸糊掉我再看一下他把白花往里推看见没有我看那边花了花了是不是啊我就是你别说我把事情交大家分析你切得快点你的伤势是他造成的他的伤势是你造成的那么既然大家都是老乡来自一个地方的在这里打工也不容易那么我觉得呢两个人的伤势呢基本上也差不多身上的伤势自己负责治疗然后你说谁对谁错互相握个手今天错两个人我认为两个人都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第二个过程多久我第二个月的两个人我都给陪伴我对上给俩以后一等家追自修护期末发息趁你能有谁能冲动此家的说活西是要扶持那人一脚那么第二个月今年来个人我的日个西是吃还没有多岁今年我日了西又会透支过那可是你送女给阿东一到时穷人啊给人家是哪能富康给一等要接送女你写给百雷德七反正这个我给国子没咋了文卓以前你也听说过我你也知道你的人是能量了我的人是几年了咱俩以前也是互相也没有什么切磋也没有什么缘不是我感触的对不对你怎么的我怎么的你是吧是不是那你也知道是这样、是吧你说怨我也好怨你也好咱俩就是我搞得一没面子也好怎么样你说你挨打了妈我让你搞得这么狼不狼狈现在你叫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也没什么意义对不对两个人既然这样的话诚心的以后大家像兄弟一样走下去大家都是开出租车的有时候都要可以帮忙一下都有的这个事情呢都出来了把这一页翻过去我们呢也大家呢姿态高一点你也不要纠结在他一定要向你怎么样怎么样通过第二个月的意思送女的还有没有给是那些小楼客吧给他别子给他日本的顾客有税吧以后你这样会对贴我要领教算了咱们都事情都过去了是你哥学活呢我拉那些该日本的国我他是给日本的吃羊娃子事业赔本的因为你们这次的起因都是因赌博而起的所以说我在这里还是劝你们那倒是不能赌博不赌博那 是不是你们这个不是开玩笑娱乐你现在是赌博你如果说是娱乐的话不会今天不会有这么的结果就是输钱呢就是心里不舒服呢你如果说往往的话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们今天两个人第一个认错今后不要赌博这个是你们两个人都错的不完了第二个然后为这件事情两个人互相殴打也是错我们温州是文明城市你们过来大家都是很欢迎的但是你们过来了在这里打工了然后又赌博又打架这个是不允许的是不是啊是我通过第二个月能到给我国以后学会能够啊真是娘谁的日你走砸我那么在以后跟你子里啊家追自修护狠狠的跟你子都对谁对我是对在对面的也是无护的等你把心里贵人可是里面啊得成大姑娘五路归五路起码就会对付替代主要的扶协老姚我你预祝你过得有立即去解冻时代吧但让与民在的技术让你谢我大技术我你个记录次走不得如意要公于预家谢我的当西家部门走人的楼人斗主走张五母大女本国女外联的家的斗主一伙工作五路技术所有教育众生本国就地的当脚地上与民在的技术在国该大屋谢我预预手杀痛的谢我此人配备预预我把厨师可扎上路在人说障碍以谁记住
斗竹周以前是指求助记住大雾西高扎人的写我预知谁可只能救人说本身以色列高古大雾只与我空出思路在人说待记住区域养娃的大雾斗竹周多级也叫写我预高部门里的预养娃无障碍之路本身扎人西高扎人立即正给斗斗竹周也叫西古尼子在穷王娘谁的写我预公主的作业生做和写我预预的古公主估计我娃养娃怕主可你正给你的一年阿许日语周贼上语的寓意嘎的东沙嘎的上语迷彩的技术正一些我记住说日语日缺乏从流泪一嘎上可以吃个本局记住上语呢次次给个蜜蜂吃摇呼一该多种摇该蜜蜂吃哪里这正在本局给卡我摇记住上语呼一这卡我对面摇了些我的日一些是四岁这个王的在主的个王的记住上语也叫本局母一加修正给而不记住上语已找了个加油地了只意要高部门里将记住去给一个加油地把个阿地区正给夜交但是记住多用会议要来得火反而是最最棒的你这个位置的话你要到哪里这里全部烟弥漫光了才到这里来才开始报警你直接到了这里他一下子就报警了该同时列瓦区公寓房主区谢沃房主带列瓦人事中上区对面的主于立法 KTV 莫布的当公众日在基础的些我预约人说咱也都在记住记住会议不忘基础就是预约去考的自日得体去在弥服此时自敌服蒙喜手杀痛得来最外扩次些我谁是五五百亿夫妻日的当忘的长带最这个忘的记住上与多级夜交给正给到奥黑区谁杀五张家是我你是啊零六十个五德之言于是可以进五十桌子以内呢二回去上街搞的给个五的之类人最喜多好连龙幺六年十三五写字零五六四实在的五六四个变成意义连龙幺六年也得在女王刚才手举写字二回去上街十三五写字零五六四实在的五六四变成意义该多种与大致别无国富的最梦喜有连龙幺五年的来地杀无国的连龙幺六年的来地财无国年八分之一楼众人之别无国八王子在教我们这个河道治理呢主要是通过几种方式一个呢是就是截污纳管第二个主要是河床这个清淤第三个呢是主要是属于这个河面的那个生态修复这些说上街嘎的给个实在嘎车对米吃家五米四米呢连着洗鱼必须给在煤又要你任何物事的露水之外要你电话的爱好者啊正是你无德烈语的电话要你那个啊南家的物事实在可以来你背那次你梦想还都洗一次现在是干净多了水也清澈的清澈多了那钓上的鱼味道是不是也好一些呢是以前也是有柴油味的现在走这个感觉没有了就告诉谁杀五个市民拉在城里要聚满的北极公司物杂电人撇歪歪无德不及于各用火锅能干一内列车给拉在你车游戏列杀地楼但是一列你啊买你你呀五楼地楼列同时上街干的与把巨当买你你找无德必须用楼本车孤达五十桌子的数据里头一列呢要你你干的无语的来催门啊先来发扬给我讲过催了一个无业烈的公国西路你等我救给你吧还给你三五年去在这政府货币席你等你不不摸你要搞我的得让你女样吃过给你催门得到的无语催才是你你干的意思是我当公路给你的那么给你一年要在一路或稍微才路烈的公国西路讲过给你的白哥啊若叫你开始给烈的公国戏论你无意将你脑壳雷过吧该次一等耽误你脑上往你公国戏论你讲过无语吹吧真人都你媳妇呢我也把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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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要做那国货啊我的那国你过五度戏论我不知道我就弄五度雷弄这个做这个娃啊这个不死吃雷够得饱得做绿雷够他一说无语个多出门复活被复通复通他绿做好吧一直在那个闹通哦打到过来这工作那个打到过来哎对公国西路是等我把是给得我给他出门两个冷城但是啊 K
给了药给供过血了，那我一要你，那我那国家给谁我血多腐皮，特别是晒干的都是。晒干都是五个病人，职业工人，都是你都要找练功率找。练功率找我该得活成功过处。找队长成功过处能。买人吃都是。来来来，给五货币，几个子你们买都是哦。那干嘛？别个几岁干，那个人家连哪子涨哪送了好多哪哪种西哪种哪。你们要是当姐，你看这都是你的。都演女姐，你我是理应的都给。澳门的制造业学给到你两个我，我当工人是我当地找活些的一点热路。那么江哥给了一个你给了一个工作处啊，可在啊又是啊，在路和沙菜路给两点的工作线路。那么带我出门高上的网队只在澳门的阿里的宇宙国用在的人事方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就为你刚才给给你叫你对那个面要五个大家那个是不晓得吧的。要么给那个是出的给几乎把工人是谁那个工人的工人的红一对面要是个叫你对我过年你刚才没啊理由吧的啊。过年你刚才理由吧给你过给他们把我们去推政策就不我们就合理。那个是过我马上过年你看到过吧那么你做了和通知的。结果整体就和苦子来杀你的给他过他。这个预计国用在的人事办公室审查江永部的将领的狂的瓜。待会给你出门私交给王队给你阿姨这一日的嘎子阿为自由和嘎带的沟通。这些天就用许给我啊给你摸一位嘎局供过细路给王队。你还没有做我觉得他把给通知吧你给我们一道那个细路是开始医院了咋呢开户去开户嘛，开户你现在搞到那里施工，我你哪怕户少嘛，哪怕去保护，第二不我们给你去年的，你忙接住我们，也是可以去，至少弄到帮他拿过。澳门的制造业被列卡这个人选的和我们的村民哥给了村民哥啊，难怪说你给你商量要对吧？至于公正方面的问题，那么给你啊，外派特别找嘎达的列卡。啷个给了你制造社区对面啊，出哪去出哪等的问题，已经成为社区你是最嘎上的日子。浙江市区是那个市上七任江玉给的儿子啊，吴先渠等初二日鬼子张都同席。浙江说市上人气江玉的世家，先渠对面是初都初五县，同德连麦初五等吃的没当当，还多种啊，又是老一不出可以开个同德，那居民瓜给这个意义已经是够你吧？总共有220个车位，我们总共是270多户。现在统计呢有300辆车，所以说缺口还是很大的，所以每天晚上车子过来以后啊，就是大门口有时候都经常也引起啊堵塞，所以住户的意见呢都非常大。你问我那个自然门口是在过啊，给了县区的呢是连人了人你过分使用的，可市上只托是一个设置不交在你的这次个县区里被那十万岁合理的，但是等出那个网的呀一谁给那县区对面你之内啊就是找洗澡，要不等出五个缺口背过头给了你之啊脚那把壶啊得出你等的人伦理国界界物给六个连麦该出资等了大五等给五口大有提示的还是给你那个脚啊等帮忙打等我吧。有时候交警过去也有超过牌，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这个超牌呢，就是把车堵在我们大门口。就那个，连了两年，政府部门在自然县区是老年派人出，那个是个夜交，还是啊，给了那条县区大多数的无脑居民呢派特，那个是个等出屋的，还是那个阿妈那里是让那个在一整几个等出视角。要么到个日午呢，阿只能啊，日没去路，得出啊，等到县区个围墙个路面也上得啊，要那路火大嘞。难怪说，老在这个等出，或者讲是这种县我通的还记了，工作路得还配把握。那么在甚至的那个沟通啊，这种背过头个样子。交警他是认为呢，这个是单行线，无法呢就是说给我们私化停车位，所以他只在我们门口设立了一些警示的一些标识标牌，但是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建议交警部门呢能够在我们小区边上人行道边上啊，能够私化一个限时停车的一个坡位，允许你临时停车。我来帮助县区那个居民，之前呢阿克给了县区对面个另外自然走着的是过江水的一大带的。给了大带那个飞大带机约黑部的科子在过啊，嘎大的无等错误副家将是你嘎局服务方的发日为张国女的六个走势。那么浙江给了你呢政府部门能嘎子大预来电子
那叫县区的卫用娃能够是个改善，要给来年咱的鱼缸等出那个问题。所谓的卫用娃，还有是啊，通过在县区对面的等错误无锡给来实施。他县区对面内部的等处内房改要在日，感谢县区一家就比楼等处的意义。我叫中队呢，跟我们接到汇报，对于这个整个周边怎么样的一个规划，街道，就是说迁口，交通交警，组装其他部门配合。国家部门管。记录给了另外在县区周边的瓦匠障碍一直点你这一年加修障碍区瓦。澳门的自建一早的送的高德八日次嘞，我们那个接下来就马上会跟住建就是对接，就是准备搞交通卫生化的区里，他也有个计划的，我们要把你计划先报区里。这个我早上挂记录给了二位呢，根据居民发言的人说，障碍的电子路在上了一个八日呢，把上家具等出那个问题。有些今年也会得吧，我村国家的话给盟友抢女些的活动啊，也是在记了。一年时我村这把干的给谁之处弄过电池破译电池来催盟呢，诺列当七的五十一句同的盟友活动找了你娘上冲娘女些。阿水楼丢着遇见点不稀拉开手指头让女性互动的日暮要不你要点重要不然我没个记忆力大姑娘也吃下点吧给点记忆力呢有救米咋吃的裂豆和裂梅那多种米我吃当口吃的稀豆植物呢是裂上要杀骨鸡鸡母花当裂了吃每季当呢我把吃些东西让外这样吃了个女灯孤居一个当所以一个台给做餐后买要给能力去拍子养给点脸你去忙一条四月给给脸当待遇一点黑童一季一季你刚来扩大脸都白吃白露脸没八泪八黑一目多种啊给点鸡脸你还吃稀还吃有谁之吹一直你找的五鬼多吹想让你给我妈给吹猛再来吃特地带小朋友过来的哦，原来好像没有那个打腰鼓这一类的好像可能没有今年这么热闹是我们那个农村的那个传统嘛好几年都来一次真的确实的好看这两个自家日的比起都洗都了一百个盟友修你我过得你成也能修理列当带你对每个女等你能你我是你的上子个列都是要给你你老师给你下本他当马都能无责你说到无力在江浙的列都可列这些能摆了无力无可你这真的不容易能有了一个日子只有了下本把要给了待遇你一把能能吃过大五个我是我爸传下来给我的老一辈的像我师父啊师兄啊之类的都很愿意教他们一起把这个文化给传承下去的西竹山的历史是300多年时间了它一直是流传到现在希望每户是每家每年都年年要有五谷丰登身体健康这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今目只要夸大我们各个提示忙接是人忙接个鱼的也得着也得今天要是不控制了一夸大我们过来嘞忙接阿修罗的逆方再见阿是不控制了娘一娘是五脏个富有上都吃忙忙你要雷面妈妈活你冷水把脚吃错你要看哪家具你要得了么你这鱼你很和大姑娘和